这台我们开价226，不好听，哩哩啦啦 ，BMW 可以，你敢开226？还听哩哩啦啦，安尼就真正看唔好啊呢。来，我们的新系列啊，新系列陪你看车去。对，今天的来宾呢，有委托我们去帮他跟新竹同行看一台540，对吧？对对对，啊，530，530哦，可以请他下车吗？可以了哈，不好意思，下车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那我们今天就是要陪你去新竹看530，好奇问一下，你自己就开一台640的嘛？他怎么又要买一台530？我妈妈她的那个730，然后停在家里门口就被那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撞到，对，然后就可能就直接赔现金这样子，因为那个维修费用还蛮高的。因为我妈以前都是开我们旧的车丢给她开，所以就想说选一台她真的喜欢的车子这样。我懂了，对对对，妈妈都接你们不要的车子啦，对对对，啊，你后面觉得内疚嘛？对对对，想要帮妈妈找一台530送给她嘛？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好事，好儿子，有缺弟弟吗？没不缺，在这里，在这边，他是我哥，靠北真的假的？真的，真的，他哥，我堂弟啊，靠北的港一郎啊，不缺弟弟啦，人家不开的啦，我也缺一台，我可以接你不要的啦，我也可以接你不要的。好了，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，那我们就直接上新竹。好 ，OK， 那谁开车？重点。我觉得如果以画面来讲，还是你开好了啦。哦，我以画面来讲，那我今天我当你的一日司机。好，好，好 ，OK，OK， 感谢，感谢，不不不。那我们那台车是请我们的业务帮你找到的。来，阿信，来，我们拿地址再给我一下，对吧？我们是到新竹，新竹的，对，发地址，等你带路，走吧，走吧。好 ，OK。其实我们拍这个系列啊，很多人都觉得说我们做 YouTuber 主要是来图利自己方便销售车辆，所以这个东西真的不是我们做频道的主因，只是一个次要原因而已。所以我们为什么会拍这个系列，就是希望可以服务到大家。如果说我们今天要找车的，如果刚好场内没有，那我们也可以帮你去看你所要的车辆。其实蛮长，场内都没有啊，因为大家要的需求都五花八门。对，然后再来，我们真的没有想象中这么的有手骨啦。所以我们的场内库存，我自己这边的库存了不起100台左右而已，所以很多车辆是我们没有的，就变成是客户要委托我们去找。如果他刚好找到同行有一台的，还不错，那你可以委托我们去帮你去看，就做个这个服务给你们。而且我们就算有，他可能也不喜欢他配备。对啊，啊，我们这个费用有没有算是做个服务而已啊？哦，辛苦就好啊啦。啊，今天是你哥哥，我们就不收费。哦，对对对，自己哥哥。走吧，你看我阿信换车了，我操！改天来开箱他的车一下。TT 换 TT 耶。对啊，听说他那台是限量的，只是台湾限定版。这个蓝啊，台湾不超过10台。我还不晓得你哥做什么的哦。问一下，哥哥怎么称呼啊？哥哥，叫我少华就好了。少华，少华你做什么的？我们家族是做那个全年的有机蔬菜。全年的有机蔬菜？对，北区、台北、新竹、桃园、宜兰。所以架上卖的有机蔬菜都是你们家？对，有机的，然后现在连那个绿的也是。哦，好嘞。不好意思啊嘞，我不知道你家这么油。哈哈哈哈，那不是你哥？不是啊，我有的话我就不会在这里拿相机。是家族产业。那个阿瑞兴趣不同，对，他兴趣不同。我操，原来我们这里是卧虎藏龙啊！平时腼腆腼腆的，我原来是掌管整个大家的肚子的一个好产业。可是我们家的菜，我觉得真的蛮好吃。有机的一定的、啊，那你家的种菜的地应该不少吧？现在自己种的大概有40公顷。40公顷。哥哥，嘿，到了，看起来还蛮香的。应该是这台车啦，准备好看我的厉害了哈，兄弟们，有没有约约看这台530？对，有打电话通行的阿奇，对，有跟你们老板做联络。老板，对啊，嘿。你们联络好，人家不知道有啊，一个说有啊。突发状况，等我一下，没事，对对对，不知道，这是蓝经理啊，对啊，对，应该没关系，联络他，我说我们今天要来现场拍摄，跟看车这样，对，真的要买车哈，对，我们不是来乱的，我们是车行，只是跟你配合，然后顺便来拍个题材，对，蓝喜别飞起来，我们是同行跟你们来看车这样。对，你先 double check 一下好不好？谢谢。刚刚发生了个小插曲，没事，我们可以顺利看到车子，我们这样看有没有？主要是看说它板件，目前看起来
不是还好啦，对啊，这正常使用痕迹。那些都我觉得都其次，因为毕竟它是一台二手车，主要是比较有板件更换碰撞，我觉得都是能够接受的范围。我们刚刚主要看的重点是螺丝跟贴纸，螺丝都没有转动过，贴纸都是原厂的，因为日期是正确的，生产的日期。再配备你有没有喜欢吧？你稍微来自己看一下。哦，那买给妈妈的礼物嘛。哦，礼拜。哎，阿瑞，他底盘超干净的，再跑多少？16000哦，对，那底盘真的是超干净，然后胎皮，像是那种跑少的车子，用点费油心有没有？有没有重大事故？我相信这台车是100%是没有的。主要看说回去我还要花什么钱嘛？轮胎检查，哎，很新，非常的新，2021年的胎，对，还很新啊，回去也不用换。回去应该就只要做保养而已，因为他上次保养的日期跟现在。欸，差了蛮久的啊，他自己也有鉴定书哦。哦，他们自己也有鉴定啊，都 OK。你要不要坐看后面？好，好，这样。空间 OK 吗？对，蛮够，还蛮够的嘛，就跟大型差不多。所以主要是像这种新世代的，我们讲 BMW， 以前是以性能为主，现在是性能跟舒适都有兼具，所以。新世代的 BMW 真心推荐各位，如果要买的话，真的可以考虑，因为不像以前这么硬派。就看这台车你有没有满意啦，还是说要再挑过，看你啦。然后主要是外观可能要花的地方，就是它有点小刮伤。对，驾驶座的门翘有酒窝跟刮痕嘛。它那个如果事后美容那些，美容不掉，因为那个是凹痕，洗不起来啊。该怎么做？凹痕修复。哦，因为年份太新了，尽量不要上到原漆为主的修复方式。对，然后它这个算是蓝色哈，深蓝色、蓝黑这样子。Carbon Black， 它的碳纤维黑。哦，碳纤维黑，哦，好有嘞，有。也一样。对对对对对。特殊色啊，然后再来又5AU， 60M 正 M Sport， 你看新版大灯，干超帅，你帮我开灯一下，看这大灯好漂亮啊。我叫你开灯哦，有，很帅，干！对，大灯真的是帅爆了。这算是雷射头灯吗？哎，不算。但对我对这种新世代的没有概念，不好意思。我主要是帮你看有没有问题而已。那是不是该来最重要的环节？主要是看哥哥有没有满意啊。这台车你 OK 吗？就是我对刮痕有点小。小 care 啊，就看他要不要帮你处理是吗？还是怎么样？就可能就是个吧。了解，对啊，这应该不知道，就是不知道底下是不是很大痕，见底也不行。对啊，这个凹痕修不起来，这个一定要烤。这如果烤下去的话，这块就不是原漆了。对，这就是比较纠结的地方。我们来讨论看看。好 ，OK， 先看。最终的讨论结果呢，就是哥哥再思考一下嘛。对，没事。车况是很优的，只是单纯是刮痕。因为影片拍出来，我们一定要跟观众讲，车况是没问题的，不然伤害到别人车行。反而是什么陪同你去看车，搞一个被你投诉我处理就怪怪的啊。六日让你思考一下，你再跟阿瑞讲。好 ，OK。哦，我们再陪你过去，毕竟你看跟我们看一定是不同啊。那当然，没专业。对，没有，没事。OK。好。上次那台不喜欢嘛，好哥。有一条蛮深的痕迹。没事。那我们现在要去台中，再帮你看另外一台。好。OK。阿瑞，你真会挑啊！来到这个贵宝地，你家车好漂亮哦，真的是贵宝地，厂内的车真的是有够贵、啊。哎呦，乱来！来，你看到车是哪一个？哪一台吗？哦，对，哪一台吗？来瞧瞧啊！哎，这是几年的、啊？22的。22年的。Hello。哎、欸，有，就是那个他要买的，重点在这。这有什么配备？这台的话，它22年的话就是特别的 VU 啊 ，VU。对对对，然后这台的话，它还有那个苔藓 HK。哦，其实它这一台基本上它该给的，你平常会用到的，基本上都给。都 OK 这样子。对啊。我都跑7000而已，那它方向盘没有什么握痕。跟新车一样，
这个就主要是要看他板件没有更换过为主要，因为其他的车况一定不会有什么问题嘛，因为跑气线而已，要坏人难，要漏油更难。车子应该都没有问题啦，哦，没有问题，板件都 OK。OK， 都是原板件。是的 ，Google， 下车，我刚刚在车上看过，有味道。新车的味道哦，不是，不然很难解释。所以这个是520，对，520。哎，你本来不是在530吗？我因为后来我妈跟我强烈抗议说，她不要530的 look， 就那个轮圈那些，她会觉得很像太儿子的车的感觉。哦，太年轻了。对对对，买一个这个520，总代理中规中矩，中规中矩，对，它主要也不要花那么多钱啊。对，其实应该是后者为主要，不想让你们多花钱。对，板件都远的啦，都没有拆过。车子你喜欢吗？这台车你 OK 吗？但是我刚刚是说我妈喜欢的。哦，对，妈妈喜欢。但是我刚看漆面呐，这个到时候应该都可以处理好吧？当然，就是有点好像鸟屎哎，什么什么用到的，进油层。对对对，这我知道。怎样？上次接的觉得都还好。业务都是这样子，卖车的都是这样子。二手难免有。难免嘛，对不对？它变很新了，这有点小扣血，好像还好。二手车使用很低，对对对。你搞好像是我要买车耶，靠腰。你这服务不是阿斯可以看的，就是第一张要买的车看。哦，要当自己车这样，啊、合理，合理，合理。正点。哦，老板，车子 OK， 非常的满意、啊。好，那剩下就是价 格，没错，你懂嘛？这个流程很长跑嘛，对不对？我们看价格之前呢，车子可以稍微逛一下吗？可以啊，当然没问题。对 对，那你们稍微自己小聊一下。好，对，都是梦想车。对，关键时刻我再出来，你们先聊一下。好嘞，走， okay. 我们来看车。欸、这很漂亮哦、喔。漂亮啊，你要买吗？你猜看它多少钱？600。哇，没行情，你这没行，你真没行情，720S 呢？哎、啊，你可以公布一下吗？我也不知道他卖多少钱、哦。真的、啊？哎、欸，兄弟，你这台车多少钱啊？一千四吧。哦。你好像蛮喜欢迈拉伦。迈拉伦。那、嗯、跟那个牛马不一样啊。迈拉伦的是什么 ？Turbo， 赛道机器。对啊。旁边还有一台。哎、欸，他也是哎、欸。七二零 S 啊。对啊，同一台啊。哎、欸，一人一台。啊、老板一人一台。我橘色的。我也喜欢橘色的。我那我买弟弟这样、哦，是吗？我买弟弟这样。弟弟啊。买弟弟。弟弟弟弟，弟弟里面是红内装哎。不用啦，蓝色的你开啊，我开弟弟就好了。红哥也要嘛，对不对？红哥载我们要开这个。对对对，这样才派头。红哥买这个还载我们、啊？要吧。其实我觉得它这个绿色很好看哎。我不喜欢。我蛮喜欢的。你们要知道我现在倒退的压力有多大哎。我知道啊。你小心。哦，718，哦 ，GTS 哎、欸。哇，这个妈稀有动物，这个少喽。关键的啊，你当裁判。好，裁判。啊、哦，来，辩方请出价。这台我们开价226。不好听，哩哩啦啦。BMW 可以，你敢开226？还听？哩哩啦啦，安尼就真正看唔好啊呢。那今天那个前辈出场了，那我们就底价210。210哦。其实我今天也不是要来跟你们当 OK 啦，蛮傲的，蛮傲的吗？会吗？裁判说话，裁判说话，说不好意思，因为他只是想要帮妈妈一个忙而已。现在年轻人哦，讲真的啦，不拿妈妈的钱去买车就是阿弥陀佛了，他自己拿钱买车，有拿过了，有拿过，所以要还一下，要还。在帮你，等一下先不要讲话。我们就出个207啦，那个3万块，我先跟你讲3万块的由来，好不好？因为你不肯单纯送车嘛。还是等下可以包个红包给妈妈，但变得不得不包哎。对啊，不用想了啦。你们的合约书放哪里？稍安勿躁就会全收。是吗？107万5000。哦，还有5000呢。5000块啊，好，我答应你。哦，你也要答应我们一件事情，那个漆真的没有到很漂亮啊。对，看可以帮我整理好。嗯、然后再帮我多送他一个犀牛皮好不好？犀牛皮哇，这么赞！然后这肯定是赞的呗。哦，你要避免再产生二次像那种脱气的状况，你是要一个犀牛皮。嗯、兄弟，自己兄弟来呀、啊，手过来啦。不是很想跟你说。那合约书我们来写一下，你不会让你难做了啊、哦？还行。他四个月过不去。你不要下次让看到阿史来哦，这哦给这毛来，这毛来这来乱的。人家写合约书的，他等下写离职单。
有保证原版件啊，保证里程那个准确，然后上面有写，如果不死原价买回，有这个就是蛮给你的蛮大的保障，因为它保证原版件。好，上面就签名吧，买方画家。嗯，哎，我帮你付钱，我最会付钱，来，老板，我最会付钱了，最会付钱了，最会付钱。你们什么时候交车？人越快越好，尽量帮。年前。就是，但你不要太快啊，就是给人家时间去做事。把它做好。OK， 谢谢谢谢，今天打扰你了，今天当了一天 OK， 我终于体验那个卖车的人的辛苦，平时都是那客人这样对我。今天终于有机会可以暴富了啊 ！OK， 那今天陪同买车去就到这边结束，拜拜。